那么我们现前的身，这是业报，这个业什么？是自己造的业，有净业，有染业。染业在六道轮回，净业在司法界。六道轮回之外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四个阶层是六道之外的，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。极乐世界有啊，这个世界也有啊。那染业里面有善恶，我们心善、行善，我们这个报身就善。善是什么？健康长寿。我们世间人讲的荣华富贵，这是善因所感的。那造作恶业的呢？这个业报身呢，就多病、受苦、受难，都是报身呐。业报不一样。在你细心去观察，那业报更差的畜生身、恶鬼身、地狱身，那什么？那造作很重的业他到那边去了。那善业，如果这个善很殊胜，超过人间的福报，他就到天上去了自自然然感应道教嘛，他是哪一个等级？一定他到那个同一个等级里面去嘛。上面去不了，下面他也不会去。天，佛讲的很清楚28层天呐，那都是修善修福的。逐渐上升，那造恶业就往下坠落啊。业报身。这个业有没有人主宰？跟诸位说，没有人。这佛法讲得很清楚，没有人主宰。主宰的是自己。所以学佛的人不迷信，任何事情不要去这问神呢，这个占卜，这佛教全都是反对的，经上讲得很清楚的，起心动念问自己，你就清楚了，你的心善，行为善，肯定往上升，心行不善呢，那你肯定往下坠落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是从自己的心想生，不是从外面。不但佛告诉我们，身体，我们的身体是自己的心想生。诸位要晓得，现在这个疾病很多得的很多严重的疾病像癌症这一类的，甚至比它还严重的。真有不少念佛念好了。为什么原因？有道理在呀，他心行善嘛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这个身体也是从心想生的嘛。我的心不善，我身体里面细胞就变成带毒素的了。哪些是不善的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贪嗔痴叫三毒烦恼。你有贪嗔痴，你的身体细胞里头就带着毒素，再加上慢，再加上疑，你就五毒。
这个东西多麻烦呢！啊，这就是你身体的，基本上你已经带着有毒素了。啊，佛教过嘛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把我们身体细胞里面的毒素完全洗刷干净，你永远不会生病。外面什么样疾病传染，你不会得。啊，医学里头名词叫免疫力，你有这个免疫的能力。你里头没有毒吗？毒与毒相感。啊，你不会感染，你没有毒。这你就晓得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懂得这样做法，你的身心都快乐。啊，那么毒很容易被染的时候，因要加上缘，这佛经上讲的很清楚的。贪嗔痴慢疑是五毒，这是因，得病的因，死亡的因，死后堕落的因。啊，缘有两种，有内有外。啊，内缘是怨恨恼怒烦，这是内缘。要把它去掉啊，不去掉的很容易得病啊。外面缘呢，财色名食睡。在外面诱惑你啊，你里面的时候，这个里外一相结合，病就得了。这得病这么来的呀？这佛讲得很清楚啊，比医生讲得好啊。啊，佛能教给我们不害病啊，年年虽然长，年年增长的时候，你不老化。那这学佛有什么好处啊？这头一个好处，我们叫身体健康。哎，发喜充满，啊，快乐人生啊。那这学佛头一个好处，自己得到就是这个。啊，这种。身心的快乐与富贵贫贱不相干。啊，你只要肯学，这就是真正的幸福美满的人生。